脏啊！来，我来给你盛，来，吃你的。哎呦，来，爸，我们还不来啊？上茅房干什么事儿都那么磨叽。爸，我特别苦啊，可是要了我的亲命喽。三天了，哎呀，这事儿全赶在一块儿了，可不是嘛！我这刚办完丧事儿，车掌柜又不行了。哈，您说这北京城的大夫该请的都请了，全没辙，就差那个张宗翰了。这张宗翰也是，早不在晚不在，偏这节骨眼儿不在。哎，行，哎，快点，大伙礼社，走。快点！哎，停！哎，长官，你还没给钱呢。你说什么？这我们署长。哦，署长。我们署长坐车什么时候给钱？滚！哎，哟，文先生，呀，干嘛去了？这是？于署长，我这上街转转，看看房，不是要开诊所吗？开诊所找房，我帮您忙。您现在得帮我一忙。我能帮您什么忙啊？除了看病，我不会别的。我找您帮忙不就是看病吗？啊，麻利儿，您给我救一病人家，快！哦，对。来晚了，干爹呀！你来干什么？我一听说我就给您请大夫去了，没想到您走的这么快，这干爹呀！署长，干爹，你怎么跪下？干爹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呀？署长，干爹，玉雪，我来了就让我再看一眼呢。哎，对了，菊花。文大夫是个神医，你好歹让文大夫看看呀。神医就能起死回生啊？你们就赶紧走吧，我爸这都入殓了，还神医呢，神仙也没用了。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，以后也甭来。哎，我说玉兄，这本家好像跟你有仇啊。就是有仇，憋死着不痛快。不是，那我干妈呢？我得看看我干妈呀。我骂她不爱见。那好吧。菊花，我可是好心好意来的，反正我干爹已经入殓了，我也不在这儿添乱了。那文大夫，让你白跑一趟，咱们走吧。
亡灵，你走吧。夫人，我是大夫，人命关天的事儿岂能是儿戏？我告诉你，病人虽然四肢发凉，但是鼻孔张大。干爹，九和他爸，师傅，雪丹儿，我怎么了？哎，爸，我怎么了？九和他爸，爸，活了，真的活了，对呀，真活了，太神了，没事了，缓一下就好了。哎，干爹，文先生，哎，菊花，哎，来，哎呦呦呦，哎呦，不敢，敢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干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文先生是兄弟，不用这样。是，打开棺材救活人，您这是起死回生啊！我们全家谢谢您了。哎呦，不敢不敢，我这哪能起死回生啊？是老先生啊，病不该绝。文先生，还是要感谢您救了我爸爸的命。哟，脾气改了，不再哄我了。哪能啊，刚才那是误会。您快坐吧。坐坐坐坐坐坐坐。坐坐坐坐啊，对，您抽烟。我没这个嗜好。那啊，那我给您沏茶。干妈，刚才我一听说我干爹这事儿啊，我案子都不办了。我立马我找文先生去了，文先生那朋友，拔腿就跟我来了，来的正是时候吧，菊花是不是？多亏了我们署长，我谢谢您。您看您这话不说远了吗？文先生，您喝水。刚才你可真够厉害的，还要拿棍子打折我的狗腿呢。不知不怪罪嘛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哦，不怪不怪，我是跟他开玩笑呢。哎，文先生，我爸他得的到底有什么病啊？哦，这种病啊叫失觉症。失觉症？对。没听过呀。啊，失觉症啊，就是经络气血堵了，阳气不通，导致着阴气上升不降，所以啊，这人啊看着跟死了似的。好在，你爹呀，是阳气入阴，还有救。如果是阴气入阳的话，就是扁鹊在世，那也没救了。啊，文先生，你可真是神了。来子，文先生，您救了我的当家的，这是我们一点谢忱，请您收下吧。这钱我可不能收，
我已经收了三块大洋号脉钱，额外的绝不再收了。别呀，救命之恩，千金难谢，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，您收下吧，文先生。心意我可以领了，但这钱我绝对不能收。你收下，收下吧，文先生。菊花大妈，人家不要你，别勉强人家。你怎么起来了？我好了。这见钱眼开的东西。那这呀是还给你的三块钱。哎，这我干爹，我这不是应该花的吗？我们家不领这份情。不是，我干爹，菊花啊，世勋不是外人啊，这钱他该花。行了吧你？你看我干爹说什么？嘿。他还不收，你爱要不要？哎，别说我没还你啊！还不领情。